是那个翁宇轩对不对？我是林丹。你在那个吗？蓝咪 girl。蓝咪 girl 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是蓝咪 girl。阿林现在已经去。但我其实更喜欢的是那个利多，你真的是很不要脸欸，加入你们会不会抢了你们的风头？认真讲，反而是觉得加分，就我可以送他蹦迪。我要慢慢的去拓展韩国。欸，你是，我很喜欢你欸，你是那个翁宇轩对不对？我是林丹。你在那个吗？蓝咪 girl。 蓝咪 girl 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是蓝咪 girl。 阿林现在已经去问啊，你是那个团体吗？这群人对不对？我现在还没有停更，年纪还没到，还没停更。男生可以停更。好，我先出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真的很喜欢你哦。要买年历哦，可以吴宇轩年历。OK， 我记得了，拜拜。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再打扰一下。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这你知道吗？但我其实更喜欢的是那个利多。很不要脸欸，加入你们会不会抢了你们的风头？认真讲，反而是觉得加分，就我可以送他蹦迪。我要慢慢的去拓展韩国。其实我没有想知道你那么多事情，我是想知道李多慧。那你不会自己拍 IG 哦？会来桃园球场哦，走开啦！我不打扰你了。这样可以跟哦？有吗？